谢谢，非常开心。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代表我们台湾呢新闻日报参加这么大的活动。那今天是第二届厦门集美海峡两岸运动休闲季，办得非常的成功。相信呢，这个活动呢会为两岸呢带来了另外一个不一样发展的平台。我们期待呢，两岸呢因为呢运动文化，我们更进一步的感情上的交流。所以谢谢主办单位，让我们都有机会呢今天参加活动。谢谢。那我们今天呢第二届的厦门集美的休闲运动活动的典礼，非常谢谢我们来自金门的我们董校长哈，他今天呢带了很多他们的学生呢参加这个活动，相信呢为我们两岸的休闲运动文化呢又更进一步了进一个里程碑，也为他们呢建立一个不一样的平台。那我们想访问一下哈，我们今天啊董校长今天呢带了这么多学生来到这边，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是各位大家好，我是金门大学管理学院的董生。首先很感谢各位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厦门跟金门一向都是门对门友好的往来，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特别感谢主办单位邀请我们金门大学一起共襄盛举。所以不管是舞蹈或者是我们的体能活动，其实重在都是两岸的交流，希望透过活动相互的了解、相互的认识，让我们两岸更和谐，让我们两岸更能够长长远远的往来，让我们两岸能够更和平。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学生表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哦，德智体群美呢全部呢都表现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身上，所以也非常谢谢呢我们今天院长我们校长带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我们期待来年呢一次比一次更好。我想呢我们今年不只要办第二季，以后呢还会办更多季。谢谢，谢谢我们校长。谢谢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一位呢长得非常帅的我们的长官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哈最优秀的哈，可以说是我们地方的领导啦。那这个地方呢非常漂亮哈，今天很开心哦来这边参加他们的盛会，所以呢我想呢要请我们长官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么环境优美的地方呢，它的人文特色还有地方特色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台湾的来宾好朋友下次呢来到这个地方都能够一览无遗的尽情的游玩。好的，各位好，这个我介绍一下我们双龙潭生态运动景区。双龙潭生态运动景区呢，这个占地1平方公里，那目前打造的三个的功能，一个是登山休闲观光，一个是生态运动，再一个，第三个就是体能拓展。那么我们双龙潭景区呢，这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运动、拓展、休闲三大块。运动，比如说我们有滑草场，我们专业的这个滑草场，这个是在华东地区算是最大的一个滑草场。有滑车、滑草、滑鞋、滑草，还有这个攀岩、射箭，滑道，这个滑索、空中滑索，总共景区所有的项目全部参与的话，大概要2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那么经典的项目也得一天，从早到晚，这么一天才能游玩的完，因为刚才说的是一个是生态运动，还有呢是体能拓展，很多公司行号它组织员工进行素质拓展、体能拓展。那我们有高空、低空、水上拓展场地。对吧，明天有一个比赛，就是海陆空三项都有比赛，就是有高空、低空、水上的一个比赛活动，就是利用我们景区的现有的这些拓展场地进行体能素质的一个竞技与拓展。用餐非常方便，我们呢在这边这边有个专门的这个员工的游客的一个餐厅，提供我们游客可以同时容纳500个人的500个游客一起共同时用餐的一个餐厅。那么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特色菜，就是无公害的一个生态菜。我们主要的比如说我们说农家这个土鸡、土鸭、土蛋、土鸡蛋，还有生态的这个香猪羊牛，这些都有。那么最主要的这个所有的青菜呢，都是我们周边这个农户自家种植的无公害的这个
无农残的这个生态菜。那这边的那个收费标准呢，会走哪个方向？收费标准还是比较这个大众的、大众化的，不高。所以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最经典的六项六个场地，也就200块，200来块一个人，啊，收费比较大众化。好，谢谢，嗯，好，谢谢，感谢你。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将来我们台湾的朋友呢，到这个地方来玩的话，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是一个休闲景致呢度假的好地方。谢谢您。谢谢。那我们现在在这边是参加第二届厦门极美海峡两岸的运动休闲季啊。那刚刚呢，我们已经正式的开幕完毕了。那我们呢，啊，领导也在上面呢，啊，为我们来宾介绍了很多我们未来的方向以及我们未来的希望哦，所以希望呢，我们再一次呢啊，跟各位来宾好朋友隆重做介绍。如果呢有机会呢来这边玩，一定要到厦门湾来。那我们当然要了解一下了，除了刚刚我们长官在上面呢给我们介绍的未来的走向跟那个希望，还有未来的发展之外呢，其实呢最主要的呢，我们的目标要达到什么地方？休闲产业呢，应该说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形态，其中运动休闲是休闲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厦门市休闲产业协会举办厦门极美海峡两岸运动休闲季，今年是第二届，今后呢每年都要举办一届。运动休闲这个词汇还比较新，那么我们的主要的宗旨呢，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福建省有关发展体育产业的一些政策，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运动休闲把运动和休闲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来树立大众关于健康运动休闲的新理念，把大家从繁重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既要工作好，也要休闲好，也要运动好，以使大家达到一种身心健康、更好工作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这边如果外地来这边住宿啊什么，有没有方便？住宿都有，双龙台也可以住，周边有一些饭店呢、酒店呢，都可以住，交通也比较方便。那这只是一个目前我们看得到了哈，初步的。那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我们期待双龙潭在我们领导的大力的呢支持之下呢，会建设一个成为呢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地方的休闲的好地方。再次谢谢领导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感谢您，谢。谢谢。参加这么盛大的活动，当然了，领导人来了很多，每一位都很优秀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介绍这一位呢，可以说是呢，哎，非常了不得的啊！这位呢，在我们的会里面呢，担任很多很重要的角色，对于这次呢休闲运动推动呢，也付出了很多心力。所以我们请他呢，跟我们台湾的朋友见个面，大家问个好啊！我们将麦克风交给他，谢谢。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厦门极美区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的童启明。那我们今天的休闲运动节开幕持续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那也邀请各位台湾的朋友来到厦门，来到极美参加我们的活动，谢谢。谢谢董会长，谢谢你的邀请。所以我们台湾的朋友记得哦，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呢最近到这个地方来旅游的话，隆重推荐给你哦，双龙潭及娱乐休闲健康非常好的地方。再次谢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哎，现在让我访一下这位美女，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王玉玲呀。那你现在读几年级呢？我现在读六年级，我长很高是吗？是。你为什么喜欢跳啦啦操？我觉得它充满活力呀，耶！你觉得跳这个动作危险吗？不危险，超棒的。对于你这种体重来说，你跳得起来吗？起得来。金门台吗？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谢阳琼，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美女，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叫吴美艳啊。啊，你来自哪里啊？厦门。
厦门就读于哪个学校啊？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哦，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现在要升本了吗？对，在升本中。啊，那你觉得跳了拉操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减肥啊，然后也挺有活力的呀，这个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哦。练拉拉操开心吗？开心啊，认识好多朋友哎。你们来过双龙潭吗？没有，我们下次一定去。这个很大的风景区啊。这个地方好玩吗？好玩。听说很好玩，欢迎来厦门玩。厦门一高中欢迎您。厦门哪里好玩？大屿、中山路。还有嘞，鼓浪屿啊，中山啊。还有厦大，美丽的白城哦，欢迎大家过来，欢迎大家过来。厦门最多就是海边，啊、哦，对啊，好吃。什么好吃的呢？海蛎煎啊，蚵仔煎啊，然后还有土笋豆啊、哦，然后还有那个龙卷风，是土豆做的那个龙卷风，嗯、哦，对，什么都好吃，只要你过来。麻糍。麻糍好吃啊！麻糍好吃。还有呢？啊，我不是本地人。酸笋，酸笋好吃。酸笋面啊、哦，酸笋面。好。还有厦门的卤面，厦门卤面。啊。就很多地方都可以吃，鼓浪屿上面也都有得吃，中山路也有。他家也有。啊，我家也有。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厦门玩，耶、yeah!。Yeah. 我们第二届厦门湖美海峡两岸互动休闲季呢，今天早上的赛事体能三项呢成绩出炉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的一个观众来说，好朋友们和小朋友一样呢？我们现在就准备来颁奖了。今天三队表现的都非常的优异了。那当然了，比赛呢就会有名次，就会有很多名次，但是呢都是次次的。最主要呢，我们要和国歌舞动共情精神，以及呢我们俩学习无同学前感情交流心相通。那既然做首相的初步的时候，相信呢未来两岸实时的交流会更慢慢的进步。那现在我们要正式来颁奖，我们有请这位是双龙潭生态运动区陈仲敬姐，我们颁发奖项，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双龙潭生态运动区陈仲敬姐。那我们首先呢要报的是我们这次的成绩啊，我们第三名由厦门大学体育队所荣获，我们是以比赛的队员出列。恭喜我们双龙潭生态运动区第一名，奖项奖金。这是张佳怡。来看一下镜头。来，我们要去各奖项。颁发季军第三名的奖杯一座，来宾请掌声。来，一起来，一起，每个人。来，四个一起握吧，四个一起握。啊，好，恭喜。OK， 那我们请陈总经理乐队代表张总一起呢，留一张的照片，奖项的奖金由厦门大学得奖，我们也要恭喜我们的陈总经理乐队代表张总一起呢，恭喜我们的陈总经理乐队代表张总一起呢，恭喜我们的陈总经理乐队代表张总一起呢，恭喜我们的陈总经理乐队代表张总好，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的冠军，谢谢。颁发
去一样，但是大家容易就是紧张。好，第五下。再来，我们请队长呢出列，我们要颁发奖杯一座。Visitar.